や回避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れによりアクションが苦手な方でも簡単に任務をこなす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ます。シンプルな操作で華麗なアクションを楽しみたい人は簡単モード、操作を自ら楽しみたい人は通常モードと、自分に合った戦い方を選べます。戦場では私、近之助が皆様を目的地まで案内します。もし見失ってしまった場合はいつでもお呼びください。戦場へ赴く際はバディとなる刀剣男子をお連れください。絆を深めることでバディ反撃やバディ追撃といったサポートを行っ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さらに一定時間ごとに発動できる強力な連携攻撃、バディ連撃も可能となります。相当連携ゲージが最大になるとバディの刀剣男子と連携アクション相当連携を発動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ます。発動中はゲージが徐々に減っていきますが、その間無敵となりアクションも変化します。相当連携ゲージがゼロになるか、途中で必殺技ボタンを押すことで刀剣男子2振りによる強力な必殺技相当必殺を発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うまく活用して任務を遂行してください。一定以上のダメージを受けるか、一部の特殊な攻撃を受けると衣服が破れた負傷状態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負傷状態になると必殺技ゲージが溜まりやすくなりますが、あまり無茶はされませんように。本丸とは刀剣男子たちの拠点のことです。本丸では各所に刀剣男子たちを配置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配置した刀剣男子は経験値を得たり、共に過ごして絆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んなはずはない。刀剣男子の強化、よろず屋での買い物やイベントの振り返りも本丸で行えます。また刀剣男子たちと共に本丸自体も成長し、よろず屋で購入できる装備品が増えていきます。共に出陣したり本丸で同じ場所に配置して刀剣男子二振りの絆レベルを上げることで絆会話が発生し、彼らの掛け合いを楽しめます。どうも嫌な通じない。本丸では刀剣男子を配置しているとミニゲームが発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例えばクリアでは二振りで協力して行う餅つきや一振りで行うおにぎり作りが楽しめます。場所に応じた内容のミニゲームを成功させると素材や小判を入手できたり、本丸を成長させられますので積極的に取り組んでいただくことをお勧めします。また本丸や戦場で刀剣男子を撮影して写真として残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スタンプやフィルターを使用して自由にアレンジ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す。刀剣男子の記録を残すのにとても便利な機能です。難しいものですね。回想ではこれまでの物語や好きな楽曲、刀剣男子の音声などを振り返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こから特別任務も確認できますので、達成したものがあったら覗いてみましょう。さあ皆様、密命の戦国刺激へいざ出陣です。刀剣乱舞無双。西暦2205年、歴史の改変を目論む歴史修正主義者によって過去への攻撃が始まった。
時の政府はそれを阻止するため、さにわなるものを歴史の守りとした。さにわの物の心を霊気する技により、刀剣は人の形を得て顕現する。その名も刀剣男子。彼らは時を遡り、時間疎行軍を率いて歴史改変を目論む歴史修正主義者を討つべく戦いを繰り広げる。忍び寄る時間疎行軍。貴様への仕置きだ。押し切る。負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よな。切る。密命の戦国刺激へ少し本気を出す。これでどうだ。いざ出陣。始めよう。刀剣乱舞無双、2022年2月17日発売予定。私は小野助。この度の教習調査に向けてシステムの説明をします。皆様の力で時間疎行軍による歴史改変を食い止め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始めましょう。まずは戦闘について。戦闘での操作には通常モードと簡単モードがあります。簡単モードでは Y ボタンを押すだけで状況に応じた攻撃や回避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れによりアクションが苦手な方でも簡単に任務をこなす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ます。シンプルな操作で華麗なアクションを楽しみたい人は簡単モード、操作を自ら楽しみたい人は通常モードと、自分に合った戦い方を選べます。戦場では私近之助が皆様を目的地まで案内します。もし見失ってしまった場合はいつでもお呼びください。戦場へ赴く際はバディとなる刀剣男子をお連れください。絆を深めることでバディ反撃やバディ追撃といったサポートを行っ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さらに一定時間ごとに発動できる強力な連携攻撃、バディ連撃も可能となります。相当連携ゲージが最大になるとバディの刀剣男子と連携アクション相当連携を発動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ます。発動中はゲージが徐々に減っていきますが、その間無敵となりアクションも変化します。相当連携ゲージがゼロになるか、途中で必殺技ボタンを押すことで刀剣男子二振りによる強力な必殺技相当必殺を発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うまく活用して任務を遂行してください。一定以上のダメージを受けるか、一部の特殊な攻撃を受けると衣服が破れた負傷状態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負傷状態になると必殺技ゲージがたまりやすくなりますが、あまり無茶はされませんように。本丸とは刀剣男子たちの拠点のことです。本丸では各所に刀剣男子たちを配置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配置した刀剣男子は経験値を得たり、共に過ごして絆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んなはずはない。刀剣男子の強化、よろず屋での買い物やイベントの振り返りも本丸で行えます。また刀剣男子たちと共に本丸自体も成長し、
よろず屋で購入できる装備品が増えていきます。共に出陣したり、本丸で同じ場所に配置して刀剣男子二振りの絆レベルを上げることで絆会話が発生し、彼らの掛け合いを楽しめます。どうも嫌な通じない。本丸では刀剣男子を配置しているとミニゲームが発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例えばクリアでは二振りで協力して行う餅つきや一振りで行うおにぎり作りが楽しめます。場所に応じた内容のミニゲームを成功させると素材や小判を入手できたり、本丸を成長させられますので、積極的に取り組んでいただくことをお勧めします。また本丸や戦場で刀剣男子を撮影して写真として残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スタンプやフィルターを使用して自由にアレンジ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す。刀剣男子の記録を残すのにとても便利な機能です。回想ではこれまでの物語や好きな楽曲、刀剣男子の音声などを振り返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こから特別任務も確認できますので、達成したものがあったら覗いてみましょう。さあ皆様、密命の戦国刺激へいざ出陣です。刀剣乱舞無双。西暦2205年、歴史の改変を目論む歴史修正主義者によって過去への攻撃が始まった。時の政府はそれを阻止するため、さにわなる者を歴史の守りとした。さにわの者の心を霊気する技により、刀剣は人の形を得て顕現する。その名も刀剣男子。彼らは時を遡り、時間疎行軍を率いて歴史改変を目論む歴史修正主義者を討つべく戦いを繰り広げる。大家好，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今天只有我直播，我是编辑 Taki。那为什么今天只有我直播呢？是因为他们说《刀剑乱舞无双》呢，这一次有推出一个算是简易模式，那玩家呢只需要按 Y 就可以处理游戏内所有的一个战斗。那对于像我这种不太会玩无双游戏的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设定。然后另外，因为这一次呢，舞台是回到了战国时代，那我个人对于这个时期是比较熟悉的啦，所以说呢，今天就会由我来帮大家直播。那当然，我们今天还也是会有游戏的赠送，所以大家耐心看完。我们今天会送一套实体版的游戏片。现在先进到这个游戏的开始动画当中，那大家这边就稍微解释一下，游戏就是其实是刀剑乱舞跟无双的一个配合。那
刀剑乱舞当中有15位所谓的刀剑男士，然后又回到战国时代去阻止那些修正主义者想改变的战国历史这样。这次呢，有15位刀剑男士，那但是不是大家想用战略中进啊，或者想要哪一只角色就很玩，它是随着故事章节的开放，那分成5队，然后按照章节来玩这样。哦，我们来看到其实，我想问一下，聊天室里面大概有多少人是有玩这个《刀剑乱舞》会online？我个人是没有玩，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战国的历史。主の帰るこの本丸をな。有玩那个《刀剑乱舞》online 的，可不可以打个一啊？我看一下留言室玩的人多不多。因为其实刀剑类，我个人没有特别的熟悉啊，知道一些名刀而已，例如说什么三日的中境啊、蜀珠丸横刺啊、鬼丸国纲啊、童子切安纲啊之类的，就是名刀类我比较知道啊。啊，开始啦！刀剑乱舞無双，重新开始好了。なるほど、いいね。这边就刚刚提到的，就是简单模式跟普通模式。普通模式就比较像是传统的无双的玩法。那简单模式呢，就是只要按 Y。那其实很明白，这一次的刀剑乱舞无双比较像是为了吸引这个刀剑乱舞的女性玩家来玩无双系列，因为这样玩起来更简单，然后他们也可以更容易接受。说不定以后，又开发了一群新的女性玩家来玩武装系列的游戏。先来试试看简单的，设定完成，简单，我们先玩玩剧情。西暦2200年歴史修正主義者によって過去への攻撃が始まった。Daniel 说看到无双就来，这么挺无双的规则。他被宣，很有血吗？对啊，刀剑好像不少女生喜欢，而且刀剑其实有很多的合作的东西啊，例如说，这个个人收藏。之前刀剑乱舞狼爱跟京都神社他们合作的东西，就是有这叫什么玉珠印。对，然后这是有四个啦。鹤丸国勇是在好像是藤森神社，然后这一把呢则是丰国神社。今天只有一个人当班啊？没有啊，今天大家忙。我负责。ご推か、三日月殿。无双基本上都是粉丝向游戏。夢でも見ていたような顔ですね。不一定啊，有些人还是很喜欢啊。少し休んでは。心配されてしまった。不得不说，这个刀剑乱舞的男角设定真的是帅。这个要穿越时空了。对，还要再次宣传一下，这个是我们 The Razer 重要的赞助商提供给我们的舒服又好坐的电竞，宣传一下。游戏本身我稍微玩了一下，就是其实比传统的无双系列简单，范围上面也比较小，然后也加游戏中还是有很多奇怪好玩的小游戏。我们有无双的高手出现了。没有高手是晴雯，晴雯是无双高手。他说他等一下有事啊，出现了，有没有出现强雨？也没到无双高手了，就比较有在玩无双。可能之前熟的是历史。大家好，我是编辑德华。之前玩无双就玩三国、战国。然后最早之前 PS 出还有出过钢弹无双。有。钢弹无双，然后还有那个萨达嘛。萨达无双。最近是萨
然后还有什么？其实无双超多哎、欸，还有那个特洛伊，你知道吗？特洛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好像报道过。对，报道过。无双真的很多种。吉祥物声音会不太搭。其实有一个改编无双蛮红的，就是海贼无双，海贼无双四代。其实我觉得无双的类型啊，其实蛮好改编的，就是很多感觉都可以出。那顺便提一下《刀剑乱舞》，其实它在日本非常好，然后搭配上像之前 HK 这么多大合剧，然后也有很多所谓的力女，对于历史很喜欢的女性，就让《刀剑乱舞》爆红。哦，三月中旬。欸、其实玩这个啊，大家也可以认识日本名刀哎、欸，这些刀，哇哇，我还特地买书看名刀铺哎、欸，它这个是文字吗？对，文字。它在介绍所有日本的名刀，所以我们今天要抽这本吗？要的话可以啊，送你了。哎、欸，你有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抽游戏吗？有。哎，十几片啊，我们大家想抽吗？大家会想抽吗？想抽的加一。抽游戏的加一。要不要抽啊？欸、抽书的加二。借我看。然后抽这个玉珠印的加三，哇，今天你真的带法宝来，哎、欸，其实大家会想要这本书吗？就这本是真的是名刀录，就是在讲一些日本刀具，而且他讲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从很久以前的像天童一剑都有，哇，而且他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他是写的很好的地方是，大家都想游戏，没有聊你的书啦，没有人放在哪里比较多？欸、有人抽椅子哦，抽椅子不行，加二有人要输哎、欸。没有，我们等一下都送嘛，我们等一下都送。大家很多人都很有那个博学多闻，多加。好，那我们就看。讲一下，对，三日月中进，三日月其实日本刀是没有名字的，是后来因为例如说他们砍了什么怪，例如说童子切，例如说什么蜻蜓切，例如说鬼丸什么之类的，才有那个名字。那三日月呢，其实就是初三的月亮。新月弯弯的，因为它的刀体是弯弯的，所以叫三日月。那中进其实就是那个制刀者，三条中进拿的名字。千子村正好像也蛮有名的。村正算一个派系啊。村正腰刀。对。蜻蜓切是那个本多忠胜拿的。对。大家会想看我玩哪一只啊？大家想看三日月、千子村正。我才90%。三日月吧。大家应该想看三日月吧？这边有女性玩家吗？因为这个不是那个比较是女性向，会很比较了解。我设定是那个简易服饰，按 Y 就可以了。哦，真的、哦？还是你要有一个切复杂模式？什么叫简易模式啊？他这次就是为了有点像是为了吸引女性玩家来玩，所以他设定一个模式叫简易模式。你面对所有的战况，你只要按 Y 的时间按的好，就可以解决一些事情。你按 Y 这件事。也会用无双出来，哦、真的假的？太酷了吧！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可是我现在还是可以用一般我玩的方式玩。可以啊，不行，我现在已经设成那个很歪了，所以说你可能要设定里面改。哦，好啊，哎、欸，这边设定。看一下操作吧。我觉得是简单，有没有看到歪？不要连续按歪键。歪键是依照战况发动强攻击。自动闪避，就是属于必杀技。必杀技就是无双嘛，两个玩法。然后 B 是闪避，普通模式。普通模式的话，这个就是一般的那个三角形强攻，对啊，就是一般无双的强攻普攻。闪避你可以选普通了，普通，因为一般男生有玩，对，要我玩无双应该就会知道。是这样说，就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看一下正常的。击败所有时间塑形军。他其实啊，对，还有这次有个住所叫无知住，就是一只小猴子。有点，应该我猜古堡会喜欢这种，这种男生，都是男生，没有女的，都是男生的武将。帅的帅，秀气的秀气，俊的俊，就是帅帅的，这种帅的。どうやら時間そこ。这也是刀剑乱舞。追いかけましょう。可是因为它其实是 Switch， 所以它其实画质，如果你要跟 PS 的那种装比，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落差一点。不过可以接受了，因为毕竟现在有 4K 屏幕的，有 4K 屏幕的也不多。有 PS 的更少。哎，我没有强攻击，还是他现在叫我要，还没有要教学。三日月中间就是这把
時間速攻軍よ先へ行かせはせん。他所以他刀体是比较强。さ、切りますよ。斩刀不适合，不适合干架。他其实是该不会有些日本刀其实是打造出来观赏用，欣赏用刀，其实是不适合人体工学的。对啊，因为像那个像剃刀、大剃刀那种那么大一支，你在斩刀上面拿，你都看先打你的就对了。如果你不要理。为什么这些人长得那么，这些敌人长得那么像猪有关？而且他们没有血条。と言っても今は止まらんよ。哇，很可爱的小狐狸出来了。它就是无知术，这个是游戏才有的。まだ近くに敵の気配があるようです。刀剑乱舞应该好像没有。不过我个人猜测它的来历是因为当初三条忠信在接受天皇指示要打造明道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狐狸逃跑，然后就跑去那个道和神社，就是狐狸，狐狸是神使，对，然后就跑去道和神社去祈求，就来了一个自称是道和神社。言われるまでも。你有发现我砍的那个敌人的讨伐是用喷的，超快。因为我现在没有选哪一个第一，我那刀简单。好，那把刀打造出来，献给一条天皇，那把刀就叫做小。而且王无双的人其实操控其实都很简单，他真的很简单，他比一般无双还要简单一点，因为一般你玩三国无双、上无双。它会有很多有点小复杂的连续技，而且没有那么多打出来没有那么多刀子要剪子一定要弄，它很简单，非常简单。所以其实这个游戏其实它不会，它强调应该不是难，是一些培养那些帅气的刀的技巧。呀，変化したのは先ほど強化が。哦，强化系统，它其实有点有些道具是带 buff 功能。有没有大家什么问题呢？郑国最强本多忠胜，他是，我记得他是善终的吧？善终。对，可是有人讲说他是什么？お疲れ様でした。什么运气啊？其实他好像第一部隊はサニワが定めていた通り、ここにいる皆様。因为我之前有买本书，そして介绍战国将士。待ってくれ、近之助。政府は私たちの事情を知った。事情？这次有十五位刀剑男士。長らく戻ってきていないことですか？然后会分成三五队，目前是第一队，这第一队，对，五队。時間速攻軍の襲撃に合わせたかのようにお出ましとは。他の刀剣男士はまだ応戦中のはず。之前我有收集一套四个的，哇，然后送给小廖某一位很喜欢刀剑。我们小廖也是日本学家，哎，日本研究，就是喜欢到处看，到处买，到处乱买。所以其实这本你也看完了吗？没有，稍微翻过，因为上礼拜才买。哦，他是刚好看到网络上，新的角色们，ナマズを投資ろ、ヒューガマサムネ。所以这些都是刀剑。ここにいる皆様を第二部隊に編成します。坚定是刀匠，歌仙应该是他的故事，我忘了他几乎前面所有的名字都是有那个刀子的名字都是有故事的，对。太息。然后后面的名，后面两个字通常都是他的刀匠帮他铸造，例如说年尾藤四郎，他是那个刀匠的锻造者的名字，前面是刀、啊、刀名，对刀名，日向然后正宗这样。なんだろう、一体。哇，那个眼睛超大，你知道吧？就那眼睛有多大？眼睛颜色都诡异的，他的眼睛超大的。俺たちの手に何入れたんです？对，这个有点犯规，他有点大，太夸张了。すぐに戦闘開始で。取り付く島もなし。迅速に型をつけさせてもらう。今なら必ず本丸を守りきる。今度こそ。大佬有点不协调。马上来看一下，我们一起一阵在哪？好，大家这个想要看我们玩谁呢？给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参与。大家想要看歌仙坚定、一起一阵、年尾藤四郎还是日向正宗？一骑正是在宫内厅诶，我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这样看外表的话，我会选日向正宗，他比较对我的胃口。
帅，马上正宗吗？大家都要正宗，好，没问题，志向。其实应该很简单，击败所有的硕士，正宗正宗 ，Go。他现在游戏没有让我觉得很难打的感觉。人助けができるのはいいことだよね。没有一个人打。哎，他刀很短呢。始める？他刀超短的。時間速攻。他有点像四刀，像那个小妖精的那种刀。心配はありません。なるほど。さっきのは強化だ。按下可以强攻击。那我可能不行。他其实强攻击很帅，他有一个特殊过，这只是忍者吧？忍者，忍者。哎，可是他强，他其实没有，他简单，你知道什么？因为他的强攻击是没有分，因为以前大家都玩过，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正方形按两次，沾一次强攻击，他没有，他你不管按几次，你按强都是正同一招。对，他只是会中断你的普攻，然后强制发动一招，所以其实他没有很复杂。那么是火机。考えるのは後にしよう。新手が来ている。気を抜かずに。時間速攻軍。强攻击二，哎，有了有了，有不同的，按住 R， 然后再按任何一个键，能自由使用多种的强攻击。哦，可以哦，可以哦。有，它有变化，它有变化了。它有不同的强攻击，可以直接选。它这个模式有点像海贼无双，就是它的强攻击可以直接选。你想看，它可以选两种，它之后会有四种，会有不同变化。这是把它挑飞、踢飞，然后还有一个大方向。我海贼无双，就海贼无双也有这个强攻击，还有那个战国无双，那个也有。有一个有点像技能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强攻，因为它没有像一般无双旧版三国无双讲战国的搭配，就是什么正方形按五下再按一段的，它没有，就是大家把它当成是技能，它只是一个技能，就普攻搭普攻技到一般搭配一个技能，这样可以这样比较好，就是你可以普攻技一段，然后接一下，然后再接这个技能。終わりで良さそうだ。有人问说这是什么平台？这是 Switch。Switch 哦。Switch 平台。正宗其实算是一个系列，还有很多倒一个宗派。しかし、还有很多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这本书非常的厚哎，大家可以看，这本书真的很厚，不是薄薄的，它很厚，所以应该有名的刀具应该都在里面。几乎都在里面。几乎都在里面。而且它好的地方是它有多注解说这把刀目前藏在哪里。哦，你说如果你想要看的话，对，可是多半看不到。会不会其实大部分都是假货？就是真的在博物馆都是 A 货，就是真的刀其实就是模拟的模具啊。因为对，他不可能把真的刀，因为你看真的刀如果拿来展出，一个人不用碰，十度的恐惧。这个人的外形，这个人的外形非常特别。我应该死被天刀一砍。他是制刀，所以他是强，制刀是强的。对对对。気持ちはわかるが、熱くなりすぎるよ。他的也是短刀。对，他藤都是藤制郎系统的，这是。こんのすけ。失礼ながら。藤次郎系統。ここにいる皆様を。好，接下来要请大家来选角啊。大家比较想看谁啊？大家想看鸭切长谷郎、耀岩藤次郎、八行自刀。如果是我了，我会想看，我会想玩自刀，因为我觉得他是对，就是大把的，就是比较不同攻击的。大家想看哪一把呢？在福冈市博物馆。那我们想看哪一把刀呢？长谷部、鸭切长谷部、耀岩藤次郎，还是要八幸智刀？年尾藤次郎。
是啦，刀 OK 没有问题，知道知道，大家想看知道没问题。我觉得他这个教学应该就会让我用无双技了，我觉得应该很快吧，就是欸，这已经第三队了，对，第三队了，哇。名も一丁も持たぬ。役に立つぞ。哦，超大吧，藏在哪里？哦，我就是喜欢这种范围工程。哦，而且还有，欸，有敌人小队长嘞，感觉会有难度一点。是为什么感觉还是像骷髅那一类的？啊，我是不懂为什么魔那一类的。按住 R 可以锁定 ，OK， 他想要你锁武将。あんまり熱くなるなよ。時には引い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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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这个肉华丽呀。闪避可以闪避。哦，有闪避了。其实对会玩无双的人，这个真的很简单，而且我觉得爽度是有的。他爽度有，就是有很明显有那种切菜感，所以你会觉得很爽。简单好上手，简单好上手，各种切菜，除草啊。哎，我要闪避，他叫我练习闪避。啊，我把他打死了。有。哎，知道蛮强的，范围很大。开始了。OK KO。あら手が来たよ。刀剑巴萨啦。没错啦，刀剑巴萨有点像。只是它里面没有，它里面都是帅哥。向前方闪避，同时移动会立刻进入重置。俺たちの本丸を襲ったこと、後悔させてよ。来吧，拆门。而且大家注意哦，他那个里面设计的移动闪避功能啊，只要大家玩家使用闪避，那个对峙，只要玩家使用闪避，他会马上中断你当前的动作，等于说你可以断招，你可以马上中断自己的攻击招式，你马上做一个闪对，就是你不管招式发动到哪里，按闪避，他会直接做闪动。啊，这个刀这个对峙应该在无双里面大家都看，就是你只要一直按就可以压过。你说自刀吗？这种刀应该是骑马的时候用吧？骑马的时候很贵，或者是像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自刀是拿来做京都很有名的，记得那个花车巡行的开头，没有后摇，后摇什么？一把刀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把刀？目前还没看到。他现在是我们目前玩到应该都还在教学阶段啊。然后等一下应该游戏破了，剧情感动，画面华丽，还有爆衣，对，这一代有爆衣，也不能说爆衣，就是衣服破一点而已。哇，剧情感动哦，所以其实这个游戏真的不错哎。大家可以有兴趣玩无双，而且又喜欢刀剑类，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把它购入。马卡斯特 OK， 这个有后王国勇出来，白色头发的很帅。目前他其实是他出来是藤真神社，我会想玩这个，大家应该也是想看这个吧？大家想看后王国勇吧？后王国勇，对啊，我也觉得后王国勇。竹台切光宗、大巨力伽罗，我想看这个哎，大家应该都想看后王吧？喝完了，直接喝完了。喝完太帅了。我很吃那种全白的角色，因为我觉得很中二，对，太中二了。哇，帅爆！哎呀，眼睛是金色的。我的妈！戦場にも驚きをもたらそう。これはまた久しぶりの戦。来吧。驚くほど体が軽いな。簡単。頑張れば簡単。哇！马特吉康斯工具是京都五条派刀匠左勇战斗刀。京都五条，它是其实是一个地方。五条那边最有名的地方，最有名的是串金。金手指其实是金手指。
你刚刚是调铁三不是？对。不过我觉得砍起来有一种，我们等下砍一下，没有实感，就觉得好像没有砍到的。等下砍，等下砍。妖精を承認。好，各位注意哦，我们要用双技喽。对，我玩过平安时代的代表。大家注意，必杀技发动，无双。他其实无双很帅哎。ちょっと遊ぶか。我。哇！負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よな。哇，超中了，很久哎，他无双超久。全动画？为什么？全动画？转身看一下。全动画，全动画演出。大家有看到那个浮夸的武装吗？太高，你说要古董。大家有看到这个浮夸的武装吗？超浮夸哎、欸！他的武装的动画时间比一般久很多，一般的就是啪啦啪就结束了。而且他的武装是完全不让你有那个这样，他是完全直接切动画面。一般武装的武装键会砍，对不对？还要按一个键要砍，他这个不用，他是直接动画。跑完给你看，然后死光，点死光。他那是国勇，他那是完美的呈现，就是我就是要帅，而且帅到底。粉丝向游戏，对，无敌，可以，我觉得可以啦。所以他其实无双游戏也是跟口味合作的。2名を第五部隊に編成します。毕竟口味也是我们知道的，无双的。隊長は山場切君。老东家了，专门做无双相关。まして偽物。我记得这两把刀好像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就是我忘了是三老切国广学长义，还是这两个名字只差两个字。但是不同刀匠，三老切国广，三老切长义，不同的刀匠做的。然后我记得是，一个是国广嘛，一个叫做长义做的。对，就是国广先做出来，然后呢，后面有领主说希望刀匠模仿三老切做一把，所以就变成三老切长义。那至于三老切的故事由来是，他在砍了。大家想看我玩哪一把？三老。哦，就是三老。三老里面，因为其实刀具，他们刀具的命名其实没有很复杂，就是砍了谁就叫什么。就对对，不然就是像什么东西，对，就像就直接。不然就是谁用的。大家想干什么？我自己是想要用三老切国广。国广，因为国广戴兜帽。而且国广看起来不像。中二我就给赞，只要中二我就给赞。你是中二？我是中二派，对，我超中二派。哦，你看中二。而且你有发现每次他们出场都会撒花瓣吗？哦，用他的刀身是黑色的哦，看来他跟炭治郎一样。三老七，それにしても、三老就特技了。それが隊長で不満なんだ。まあ、その頼りない言動では。可是他这个里面呢、啊，到时候说能换装，因为一般武装不是都可以使用刀具。敵を倒す速さ。因为他们有那种。くだらないな。アバターで。この辺りの時間速攻は倒せたか。如果你选择装备会是上当。本丸の心配だ。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主要的刀具，他们自己。やれよ。すんなりと返してもらえない。我觉得我的敌人都看起来好像僵尸。哇！真的，有这有队友，对友，还有可以合体技，或者联系技，或者叫反正就是搭档联盟。OK。然后这两把三老切都发动搭档，我だけで好帅哦！力が発揮できている気がする。安心している場合か。早く敵を片付けるぞ。三速中にお前と出くわしてた。我先要启动掉，我要发动他的。文句を言うなら、早く終わらせればいい。我没有小兵啊，我需要小兵。哦，不对哦，是国广防长翼。我需要小兵，讲错。他不能集气吗？不能集。没有集气，不能集，只能砍。现在还是飙血，太菜了。现在会有那个。
粉钻的东西，就开始就是讲故事嘛。对，为了改变战国历史，战国血腥的历史。不过基本上，ひとまず仕事は。他只是原本会成功的变成失败，想要把改变成失败。维唐律说：“见面一秒集合体，看来你有很深跟另外一个领域的影片。”皆さん、才会知道见面一秒集合体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十五把刀就在这里了嘛。在座的十五把刀。想像以上でしたね。改めまして、私は近之助。この度配属になりました。時の政府はこの本丸をずっと観察してきました。各部隊の対応及び戦闘結果を確認。その上で。皆様を教習調査の出陣対象に認めます。教習調査。丰收。まずは実戦にて判断します。第五部隊山ンバ切り国広山ンバ切り長義出陣を。なんだと。另外，話を聞く価値はあるか。日本大概有八万五千间神社。哇，好多。有将近快要三分之一是道德。報告を待ってくれるかな。欸，所以首次出战的是他们俩。蓝色头发忘了叫什么。他刚刚其实游戏有说，每个关卡可以使用的角色是固定的。固定。他没办法随意选，所以在剧情里面应该就是这个故事，你只能用谁，你就只能从里面选一个。对，不然我就全部都三支箭弄完就好了。呀，真的，出来了，出来了！刀剑男士配置，可以再叫他们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也会产生一些小游戏。改めまして、私は近之助と申します。以後お見知りおきを。我觉得很手游配置，然后让他们去经验值，你知道吗？欸，搞不好接下来暑假可能就来个刀剑配置酬劳，选择主要在组成的能剑刀剑人士，可以获得经验值。对，内侍主持接光宗，请选择啊。谁要去内室呢？那就是你啦，三月。ここに控えているか。よろしいですか？厨房的话，是吗？谁会做菜？看起来是刀啦，看起来要短刀啊。长，你叫长的去切菜也不太对啊。刀，那这个吧。僕に任せてくれるの？然后庭院啊，这长的啊，要割草啊。这长的就是他啦。行ってくる。我们就乱分呗。乱分，真的完全没有，完全没逻辑。发现聊天室其实玩刀剑的，应该讲，因为我们的观众可能都是比较家机的玩家，玩刀剑。哦，重点来了，拍照模式，大家可以拍照。然后刚刚有一个是那个强化没解锁，再战功能的意思就是再次挑战，就是刚刚玩过的关卡可以再刷一次，然后就是你就可以自由选择。就变成说原本不能用三日月的关，你可以用三日月打，然后一样可以拿到报酬。はい、わかった。你设定要不要改？哦，难一点嘛。好啊，我这样改。这个二，这是什么意思？西元年吗？它回到过去战国时代。哦。因为现在这个游戏时间是2205。哦，2205。然后回到过去。2205，好未来哦。对。然后去阻止那些想要改变历史的。ここ。天正10年、合戦場、備中高松城への時間速報の完了を確認しました。这个狐狸超科技的。時間速報軍による歴史改変の結果生じる義士の演算を開始します。这已经是钢铁人的领域了。成功。映像を投影します。哦，我们这些现在要来维修特一点哦，没有了。哎，他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像 FGO 要回到过去修改错误的历史。特一点啊！時の政府より命令です。十字政府。時間速報軍による歴史改変を食い止め、この義士を阻め、
とのことです。所以我合理的怀疑啊，这只狐狸应该是机械猫，哆啦 A 梦之类的。まあいい。机械狐狸。この戦いで俺の実力を示すな。我觉得这个狐狸是机械狐狸。那就2205，当然是、啊。它跟哆啦 A 梦应该是差不多的。它是科幻的啊。它一定是哆啦 A 梦的那个类似的伙、欸、的伙伴。哎、欸，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提到，送一片嘛，我们会送一片。对，我们刚刚要送一片。那简单一点好了啦，我们。人数好，你先讲好了，60，好不好？然后战也60，两个都达到我们就送，然后其他的我们也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游戏，我开始发现它跟一般无双不一样的东西来了，就是它会有分析，会战预测、篡改历史。然后他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背中高松城之战侦测到的伪史，伪史的意思就是指错误历史。对，其实 FGO 里面也有类似这种感觉。就是错误特一点 ，FGO 叫特一点，对。然后刀剑男士们要前往这个历史即将被篡改的战场，为了确保正确的历史而战。这边我可以介绍一下正史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丰臣，你说羽柴秀吉啦，他去背这个是背前国，背中国，对。然后去，反正就是盖了一个大堤，然后要水淹高松城。然后呢，在正史里面呢，最后那个城的守将，就是背中高松城的守将，最终他就是自杀，换取城内的居民啊，什么就可以不要受苦就对了。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关键是，就是因为背中高松城这个很完美的让他处理好。然后丰臣秀吉没有不会受到毛利元军的从后追击，然后之后他就完成了中国大反，然后到了京都的三旗天王山之战，然后干掉丰臣秀吉，干掉明智光秀，不知道有没有干掉了，反正就是历史是被干掉的，对，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丰臣家的天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大家可以看到红色跟蓝色，其实很好理解，红色就是指错误历史。不应该发生，蓝色是正应该要保护的历史。对，所以正常来讲，应该是黑田官兵卫要建设堤防完成，然后水攻击成功，对，然后总大将羽柴秀吉布阵成功，然后高松城受到孤立，对，然后再接到本能寺这边的消息，然后讲和，然后错误的历史就是错误历史就是堤防溃败，然后羽柴秀吉突击本阵，然后被就是他本来应该要在丘陵布阵，就他跑来了，对，然后本能寺毛利元军抵达。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阻止这些发生。我觉得这个界面好科技。ここは備中高松城の戦いの真っ只中。時間速攻に収まる。通常の出陣と。有一些。我比较好奇，如果他到时候羽柴秀吉会用什么方式？説明は応用いたします。あくまで。なぜ俺なんかが先陣を？可是他就是没有特别的。以前もお前が選ばれた。私は。篡改历史分叉点，每一次征战均包含多个历史穿叉点，在各个战场上阻止完成正确的历史、啊、大家有空记得按赞哦，我们等一下60人，然后60个赞我们就送，就来玩我们的数字密码，所以别忘了按赞，现在赞只有37个。好，其实很简单，其实它的界面非常简单，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救出羽柴秀吉，打败时间朔行军，救出羽柴秀吉，非常简单。好，那我们要选，我刚刚选国广魔王，看看长翼好了。啊，那另外一个就会选大刀。我对你可忙了。在普通模式下，强攻击会接着按下插钱的次数不变化。哦，有哎、欸，它其实有点，它有复杂，它有跟那个战国一样，就是它其实，在按那个正方，就是按普攻跟强攻击的搭配，它是有的，按一下跟按两下普攻击再加强攻会有不同的变化。PS 五版没有，我们现在玩的是 Switch 哦。有了。按下普攻，然后在强攻是前方强攻击，然后两下是直线攻击。
还有重攻击，连续攻击，最多就是四下，一二三四啊。其实我应该也，其实我也可以直接用选择吧，就是他刚不是有一个 R， 然后可以直接选，应该是可以直接选。我是觉得最终，最终现在就是现在的日本的冈山县，然后现在被中高中的遗址就是一个我们的心很帅哥，橋場秀吉ここで死ねば、歴史は変わる。我看了一時間速攻軍の企みを阻止しなければ。反正武装这种东西就是自己乱挑，自己砍就对了，砍就对了。然后记得看那个，欸、对我调一下难度。胡之丸的胡之助的方式走方向。现在难度是简单吗？哎、欸，不能调哎。啊，那就可能要飞到这边。OK。可以啦，简单，我们就只是为了展示招式。展示游戏，展示游戏，大家可以在自己设计。人数十七哦，赶快赶快，战42而已，人数比较少，战数比较少。哎、欸，还有平民哎、欸，ちょうどいい，就平民就平民。对啊。他这样。门を開けてくれ。橋場秀吉を助けに。对，因为他其实重点应该是在这些刀剑男生身上。我觉得他不把那个人做的像不然会混淆视听啊。他应该要把重点放在这些。本来就离他最早叫木下藤吉郎秀。この山奥。然后为什么叫羽柴呢？则是取。他想要改姓的时候呢，传说啦，就是选了丹羽秀的子跟柴田胜家的柴。橋場秀吉の姿。我忘了，因为在那个门の奥。然后丹羽秀的名字在上头。门を開けてもらうとして。哎，我可以靠武装技哦，大家应该想靠武装技。靠的武装技。速やかに済ませよう。全部动画。对，好，你都不用动，完全不用。他真的很简单。手放着。对，手放着，你就看他表演。他会展示帅气的一个演示。然后场地全部怪会被打。你还全秒杀。先开始。先简单，简单，简单，简单。どうか殿を、人殿をお助けください。现在最终攻城还要等。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对，另外背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城池叫背中山城，它是国宝。那中文中文，它其实羽柴秀吉做的就羽柴秀吉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很历史课本的那种一般的样子，就是它的既定形象啊。那其实，那我觉得这个形象就是不会说太露的，它至少还有羽柴秀吉的形象。但是就是会有两边是乱搭的感觉。然后这个我还觉得还特别好，不会说太奇怪。哦，大鬼兵，看起来就是菜菜一样，有人要把你砍爆。对，用格子。今あんたに死なれては困る。ここは任せ。下がっていてくれ。誰かしらが助かった。哎，我武装技好了，又来了，先来，各位使用，应该会秒杀吧？应该，我现在才打他不到一百，放影片哦，对，播放影片。ぶった切ってやる。敵に死を与えない。什么？没有哎，半血。这边呢，会有点退敌人。秀吉，
不专业。哎、欸，他会防御耶。哎、欸，我觉得如果这个是玩注意玩难一点的话，其实可以。さて、任務注意哦。它其实有点像手游的一个小概念，就是你升等，生命防御、攻击防御都会升，对不对？是，一定升，就基本的升，然后会拿到素材。さて、始め。确认救出羽柴。因为这跟以前的所有的战、所有的无双系列来说，非常大。对，地图也小，我们完成了其中一个了，所以就是这一关里面会有三个小关的感觉。逐步改写历史，没问题。黑田官兵卫，お疲れ様。本日当然。之前大和剧也有拍黑田官兵卫。この音、俺たち。この。はい。その子。わかった。那我们就轮流玩，我们等一下再换。好，就是三日月。好，继续。应该还是1718级。还是要回到2205，我觉得他会跑这么久，应该是还在读区。哦，回到2205，2205哎，回去了，回去报告了。而且2205长得还很未来，还很合适，对，很传统。对，2205还很传统，你知道？ある報告。那边有那种高科技的感觉。还是其实未来人其实都返璞归真，就是崇尚自然。搞不好、哦、精神上的进化，而且他搞不好是这个是特殊的东西。哦，其实外面很高级，对对对对对，因为为了可能外面那种环境是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是其实我觉得未来其实有可能之后会是以精神进化为主，就是物质已经到顶点了，没办法再更高了。嗯，物质世界啊，精神世界去思考。对，这样可以。像我这种没有脑子。哎、欸，你看，我们刚刚把它放在厨房做事的人都升等，升等啊！这种功能呢、啊，就是让你觉得说，你某些角色其实放在没练到，对，你就怕没练到，也会有那个，对，也有用。哎，わかった。又回到一七多了吧？一五，哦，一五更早。さて、啊。設備。備中タグ堤防はいへああ新たな流れが検知されました。黑田後來老了之後好像聽說叫細菌感染。那我們這次就再玩那個，我們就兩個交換玩一下，讓大家可以多看一下別角色的角色。對，偽物君の重りをすればいい。我們是要失敗條件提防爆開，提敗所有時間做決定，其實他的其實不會，他的那个任务指向很明确。最后一道喷光炮，我、哦、这个就已经不在高阶段了。光炮应该不在高阶段的范围内。期待はするな。俺は俺の戦いをするだけだ。堤防を破壊して水攻めを阻止する。稍微比较很像，既然戦闘が始まっている，就是如果真的是很喜爱无双的人的话，我会觉得他略显细节，就是有些小细节是，就是他可能还是只会去做一些小事。我们人数有刚好到60人，可是战术只有48，大家帮忙一下哦，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对哦，只要按赞，然后观看，我们就可以抽奖。黑田官兵卫，哎、他的黑田比较像大和剧的黑田。我觉得他就是用大和剧的功能。对对对，反而不像。因为太战斗他蛮猛，太强烈。而且都是直接枪。对。黑田家康算在。我自己觉得这一次玩起来比较顺。よくも突貫工事で。主要他的刀，他的攻击都很好。タスカ。こんな風に育つものなのか。敵の増援。黑田后来分封到九州去。一
种是打倒宋云的墙壁会消失。哎呦，这个很赞哦！我来を映すと侮ったこと、後悔させてやる。得吗？我。这就是一次动画搞定的。聚合，哇，真的是聚合哎！这次真的是怪到哦，难怪是第一把三老切，是把这把先做的。对，あいつらも全部切れば。其实他的爽感是有啦，只是我觉得打击感比较比较。就是你是感觉切到冲击的，我觉得他可能如果可以加一些砍杀的过程，手法会多一点，这种会比较对，流动会比较有打击感。敵の数が多い。要請を承認。相当必殺の使用を許可。虽然他是长刀，双刀协力量表按下。双刀协力，他有讲到那个什么，就是算是仿，不过因为这两把做的品质真的都很好，所以这两把其实真的在真实的历史是古堡，只是一把就不见了。通过搭档连击，今が攻め時だと。ここから仕留めるぞ。言われなくとも。哇，双刀协力。我还以为看到他动脱了，没有，他说等一下好了，而且哦，刀动作不一样了，就好像，而且我觉得比较帅，看我逻辑，不讲都是看到，你不觉得比较帅吗？帅很多，双人合作，双人，你是不可能，哎，有啦，我觉得我自己单纯就是他的华丽跟爽感，我觉得他很像，以分上来说，他是会超前。帅，如果拿一个，如果 F G O 做了一个这种，F G O 都可以双打，他只有单人游戏，单人。そら、任務が終わった。他是单人哦，哎，真的，会连线。どんなに強くても、难得无双游戏出不了连线。所詮は鬱だ。因为 Switch 其实蛮适合连线。黒田官兵衛が俺たちを。对啊，我觉得他，而且操作他的操作不复杂，所以其实把手可以。我也觉得他其实真的可以出个连线。修复が進みました。互动性会比较好。嗯。哦。最后一個。見事でした。俺だ。手助けを。お。仕方。其实做到现在，他其实攻击倒是其实不少耶。其实都是华丽的动画，对对，华丽的动画太多了。其实那些，可是他觉得他那些华丽的动画就是为了让你打起来很帅，嗯，很爽。又回到2205了。呀，他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啊，然后就升等这样。俺の物語は拡充。よろしいですか？有了，可以强化了。次の戦いに備えて、また強くなる。可以解放能力耶。我能力，我记得1、2、3、8个还9个。你觉得要先强化谁？可是我们现在也不能用别的、啊。我们就先用出生的吧。好，我先强化他好了。山場切国広だ。解放的。なんだその目は。映したというのが気になると。よろしいですか？哦，我觉得他有点像。よろしいですか？那个叫天赋，被动天赋。使いこなせればいいな。好，慢慢点亮亮，装备。告诉你，如果有什么用什么按，然后下面开了啦，多开一个。ご注目。B 开还是 Y？ ご注目。B。これで戦うのか。直线攻击。よろしいですか？但其实也是要脑。有一点点，然后他还有什么？这些技能呢？只要有些直线攻击、追加护攻、buff 效果、防御加三什么之类的。还有什么可以升？还是我先表示，先存着。我就升。个人是觉得等三日月。好，大家应该比较想看三日月，毕竟他是头牌，真的。ではそれで封面角色、啊，很多的封面角色都是他。主角。对，主角。
哎、欸，大家加油，帮我们按赞了，还差十个。刚刚人数不到六十，人数已经突破了、啊，现在只要把赞刷按到六十，掉下来不到十就可以抽了。十二，天启されました。快，那就两个都六十的，不然我们这样送的也很心虚耶，不行。哎、欸，我们有两个哎，你就要选哪一个？他说该战场没有分析，需要到前往当地才能知道。哎、欸，第二个是清水。清水章是致敬。哦，你觉得要先打哪一个？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他其实历史都蛮正确的，嗯，对，蛮考究的。摸，这个地方会有安国寺会丘。伝送された情報を見る限り、超高科技。哇，触碰屏幕啊！重点是那个他的手掌啊，又看他的肉球啊，太可爱了吧！这个世界已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了。可是我觉得不错，那因为我们刚好升他，那我们就继续玩。偽物君のお守りをすればいいのかな？好，小脑袋龙脊，脊椎圆撑，这都是毛利家的武将，毛利元君。哦，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战场地图越来越大。其实它的战场地图比较像巴沙拉，比较没有那么开放，线性的。可是它场上会有一些重要资讯是没有公开，就是尽量绕，尽量绕。毛利家还有很有名的叫三死训。三死训就是一把一支箭同一折断，三支箭就不好折断那个部分。哦。山場太子，等下团结，有点像竹筷倒带，竹筷概念。对，毛利开始分析。我这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因为時間速攻軍の干渉を受けた者がいる。所以说将军被。我们要打人呢、欸，所以其他也有人的兵哎、欸，我有点感动。我刚才想说怎么都是骷髅，我打人打骷髅打野。像真的是日本正常。好的呢，这个叫过人。那然后可能大家都穿，那一般兵都穿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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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在我的剑客面前还敢跟我翻呢、而且你有发现有血量的只有那个游民将，这种小兵其实没有血，对，就是看起来花。三个喽，加油，各位！再差七个。这款游戏啊，其实对啊，我们就抽以 Switch 片哦，实体片。觉得这款游戏以 Switch 行动方面来说，你带着有时候通勤拿出来砍一砍，爽啊！我觉得是不错，对，真的不错。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了解日本，对，又可以了解日本历史，我觉得不错。韩国是可以，一个生源，一个。然后就是这个，他就是有个帮。太快了，他要你多调查一些东西，就是网啊，那个就是网啊。
靠近分析时，那个狐狸会跑得很好。其实应该就是你跟着狐狸，狐狸会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你看他在问号了。我死了。球球坏。啊，我按错了。你是想让你看？我想要看狐狸。不是，我要跟他对话，我按错了。後悔させてやる。Sorry， 对不起。因为我想说狐狸头脑很好，然后下一次就想要跟他对话。就对话，你看，因为一般游戏对话是按，就是一般按 A，就很习惯。对，习惯。狐狸呢？在。コノスケ。はい。コノスケ。はい。不是啊，你这样走不是那个了吗？人気がないな。引き返すべきだろうか。どうか。寄り道が。反正简单来说啊，歪打正着啊，歪打正着就是乱走啊。就你走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那些地方。那地图上就是有个地图，就是往那边尽量把它探索。保持哦，没有明显。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些地方。玩到目前就很夜。卡顿吗？我觉得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掉帧的感觉。因为本身 Switch 游戏对这个要求本来就不高，所以其实它比较不错。你说如果 PS5 的话，可能就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更细致，它有可能会突然掉帧。二 K 六十帧或者是 60K 那就不够。目前。お前たち、あやつらを止めるのだ。生還を続けられなくなって出てきた。戦場の解析が完了しました。戦闘を再開します。目前玩到现在没有特别有这种累格啊卡啊。他这怎么流花那么大一朵？他刚有说这个地方能差多少？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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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对不对？你一百了，哎、欸，后面还有兵，还有兵，我把清完。强迫症啊，不好意思。硬要的。真的，因为你看到地图红点点，就觉得哎呀，浑身不对劲。对，真的。既然一百了，我们就直接去找王喝茶。おお、またしてもお前たちか。助け立ちに感謝するぞ。別に味方を失うのか。俺たちにも目的があるからだ。俺たちにも目的があるからだ。来啊，过来，我给你抽装。啊，动画。俺を写しと侮ったこと。装掉针。後悔させてやる。目前看起来是。看起来没有掉针，都很顺。因为其实你可以在玩的时候可以发现，它其实图形。用的没有很多，它其实细节没有到非常多，所以其实它玩起来应该是在效率上不会很齐。对，它其实不知道会。按照我们的惯例，例如说在跑步就要那个灰尘，对啊，这种它就是省去了一些很小的细节，可是换来效能我觉得是 OK， 因为目前玩的。那是我，米娜是啊，这个图有点难理，因为我记得那个好像叫无情灰，后面那个不是封尘的图吗？对，但是。他到后期才用那个图，一开始是用千层葫芦，后来才改成武器团，就当泰格之后。而且这款游戏因为只能单人，也不能连线，所以它其实超级粉丝向啊，就是你自己玩自己开心的，你不用去跟人家连线，或者是跟网络上光看那个无双动画就好。对，就爽。また強くなるか。哇，杂货铺哎，我来看杂货铺。たまには店でも覗いてみようか。可以购买强化装备。材料是解放能力。お聞きください。装备是。ご注目を。装备有什么？这就生命宝足。这就很刀剑。加血的。どれ。早速使ってみるか。是否装备？是。哦，占五八喽，五八喽！加油，还有两个，这两个，这两个拿来送。
啊，对了，我要先讲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有拆开来看游戏啊，所以目前是没有包膜，没有那个叫什么，增加普攻威力啊，小判不足，可惜。喂，没钱的。对，没钱，不去打。所以目前这个盒子是没有那个叫。可是我们其实很小心啊，我们就没有特别。因为我们为了打开看它游戏的内容。因为我们要拿那个磁片才能玩。对。心してください。好，我们做一个长期抗争之下。所以是没有包膜的哦，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不是，到时候收到，不要以为是什么我们那个快递把它自己偷割的。先讲，没有，是真的，我们是为了看里面的内容物所以打。不是全新的。对，算全新的。算全新的，只是因为我们直播需要用到它，所以我们要打开，没办法。那哪里？那哦，五九加一加一加一啊！那好心人点一下就有啦。对啊。那我自己来点一下好了，我自己帮点一下。刚好打完这一关，应该就有机会六十。就最后我自己点。最后还自己中。自己点自己中，笑死。现在他的手很近看的都是有可能。我是我的戦いをす拉远就没事。细节上，城内に時間差拉远是没事。やはりこの城も介入を受けているのか。其实如果大家熟悉的那些操作，玩的顺的话，真的。兵糧庫を調べる。就是很像在看一些传奇动画。兵糧庫から妙な気配。我要销毁那个。因为他们是水淹高中，淹到他们没有粮食可以吃，所以说毛利元军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就改变了，他变成说可以继续抗战，对，继续抗战，所以我们要把他粮食销毁，没错，改变真的是，それが歴史のあるべき姿。俺たちが干渉すべきことではない。按照小说家的血性，当时因为水源高中城搞到那些原本在地面上那些什么老虎，真的假的？很惨。那逃难。而且因为他時間速報に守られているようだ。应该讲以才的运气，生きているやつを倒す。他做的那道围墙，阻挡的时候。然后刚好做完，发生了大雨，然后山上的那些水就淹满，然后就很顺利的水淹到上面。OK， 破坏成功。他这个故事跟别人家还有更多的历史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游戏目前是跳跃。只有那个动画有跳跃。他你在游戏里面自己是不能使用跳跃。有四个赞，是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打完这关就抽完还是？差不多了，反正来抽好了。好啊。不要让大家等太久。我比较好奇，我想问，就是现在在观看我们这个直播，刀片直播有没有女性玩家？有女性玩家的话，帮我打个加一。有记得有没有？这一款它是为了，因为这款其实主要真的，我觉得是针对女性观众跟玩家设计的。因为它真的很不难，真在操作的要求上，甚至你只要按 Y 就有没有啊？有女性玩家吗？帮我打个加一。调料有，蛮多的，蛮多女性玩家，真的有打加一。而且我发现加一的，应该不是我。哦，因为这个来的，对不对？对，因为小明哲哥帅。你是要帮你女友抽还是老婆抽吗？那这样我也没问题啊。因为他很多都是算手字看到的。
观众，谢谢谢谢。哎，我们观众人数都冲回来了，六十几哦。谢谢。支持。然后听到大家抽奖，我在抽奖，全部回来。没有，刚刚原本是挂着，然后听到说赶快回来看，看马上就是又变多了。哎，为什么我的探索没有满？零趴，是不是要回去？要回去。いいですね。え、暗門ね。隐形的。こんなところに一番奥へ。お見事。瞬間的任務。いいですね。人間。とは看板に。あたりを調べるぞ。你好，我跟你说，这个未来是要的。那另外，真的。现在的被动高中城，戦場の解析が完了しました。戦闘を再開します。天罡三飞机票全部都散，只有华航跟我。今が攻め時だと分かるか。那时候去冈山的。来回两次。俺を撃つ人を侮ったこと、後悔させてやる。希望底下你们可以抽到，加油。看有没有要抽出啦，如果输，你是认真的吗？你是真的要抽出吗？都可以啊，我刚只是随便讲讲啊，我随便讲讲。因为这我自己去收集的了，其实我觉得送掉有喜欢的那些。那真真。我爆衣了，大家有看到吗？出来！爆衣了，爆衣了，爆衣了！大家搞好，观众们注意，没有到很夸张啦，就是小破破，小破破而已。当受到一定程度的攻击时候，会进入负伤状态，会爆。然后进入负伤，累积的批量更容易累积。可是我不得不说，我才没扣多少钱，他只是为了触发爆一下。我也觉得是触发爆一下。例如说那个生死。大家可以，你看我刚刚的衣服是衬衫是穿扣好的，然后它爆又破开，就露出胸膛，帅。腹肌。好六十。Hello， 丽丽。我们这关过完。Hello， 丽丽要来抽奖啊！这个女性玩家都很喜欢哦，帅气的刀剑乱舞。丽丽是我们老观众，常常来看。她好像有好中过，好像 Steam 的游戏。これで、この城は落ちるだろう。これでもスイッチは。ああ。我刚刚上司を説得する。我跟你讲，我现在左边那条拉满，等一下就到直接开那招，那一招真的超爽。他那招是开下去，你所有的普攻技能全部不一样，变得更帅。然后你开武装技就是两人连协力大无双，帅到不行了。織田の降伏要求を受け入れろ。高松城的卖肉啊！我那台是买好啦，小小的而已，小小的，又不是整件上衣、布件之类的啊。对，他就只是破胸膛。对啊，露腹肌跟胸肌。哎、欸，请你 level up， 重点还没露点。期待するな。不行啊，这个游戏不行啊。哦 ，Switch 不能露点。对啊，不是刀剑乱舞不能露点。不行不行，任天堂我合家的。清水中之，可是其实不得不说，他的角色真的是帅。我到目前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三日月跟那个白色的那个叫赫丸跟三日月，我最喜欢这两个，因为这个嘛，赫丸国用嘛。哎、欸，对你有这把那个，你有这个哎、欸，赫丸国用的。对啊，他全部都是这四把哎、欸，他刀剑跟京都四个神社的，然后刚好就是这四个，所以那个就是跟刀剑合作的。是，他们有写刀剑。偽物君の見張り役をしろという意味ではないの。他已经到第十几弹。对啊，很帅，真的很帅。反正他这个都他们都有合作。信长死讯，就是那个本能寺之变。信長様、秀吉様、すぐに毛利と。讨伐明智光秀，你知道一直有人说明智光秀根本没有讨伐他，都是被陷害的。对啊，就是。其实就是很多说这个没有很多史料去支持他，就是没有人说是真的明智光秀。
也有人想说，其实是，比如说有异闻，就是那种异说，就是说是其实德川家要策划的，对，也有人说，然后嫁祸给他，对，也有人说是武藏去栽赃。像很多就会这种，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就会翻拍成很多的剧啊、电影，不同的版本，然后都很有趣，因为毕竟他没有那个啊。你有发现他眼睛没有红起来吗？原本没有红，他发红了。吸血鬼系的吗？我觉得他很像酒鬼。然后邪恶在小说里面呢，这一段的时候，那个妹妹是笑的，然后女才就不爽，你为什么要笑？就是有点大逆不道。嗯，因为毕竟从正信上还是对，是他们。带领他们起来，对，然后拉拔他们的人，正式に強襲調査への出陣を要請します。各位各位，这是你最好的机会。歴史修正主義者による類を見ない計画が始まっています。齐聚一堂啊！敵の目論見を調査し、時間速攻軍の攻撃を阻止してください。这个就是那个老大，長屋夫。なぜ長屋夫就变无理？拒否権なんてあるのかな？四个柱までつけられて、超多哎，四个柱。舞台まで強引に決められてるんだから。这个不就是那个那个什么？交渉の余地くらいあるだ。切迫した状況。最严重、很壮的那个。そうだな。聞かせてくれ。过了。主の帰るこの本丸を守りたい。俺たちの願いを叶えられ。我跟你讲，长屋夫因为身体不是受伤不能用嘛，他现在就是改这个身体，机械武器。225了。对，225了。所以表示无常。愛わかった。对，无常不会死。本作戦参加しよう。帅啊！那个叫什么？衰残。蓝色彼岸草，蓝色彼岸花。他最后结局也没有找到啊。但是我记得，是超商尾数吧？是我们全家。新しい場所ができました。出个特地，就是类似那样子。蓝色彼岸草吗？台湾的手摇饮。蓝色彼岸草。对，他故意就是蓝色的什么饮料这样。它还有小游戏哦，还有什么倒模机呀？那我们玩一场给大家看好了吗？应该它现在有，每个配置地点都会有单人跟双人小游戏，啊，需要配置两个都六十几了，我们一定会送，大家陪我们看完。我想应该大家会想看吧，我们就看吧，情谊对话。可是没什么，没有，就是很。你不要这样，男的情谊对话，情谊。我不懂。不要这样子。我是钢铁直男。我是钢铁直男。各位，我这一段会按慢一点。偽物君は相変わらずだね。我会按很慢。この晴れた空の下、陰気な顔をさらすと。国广就是想要参考长义做的。所以其实长义才是第一把啊。对，长义是，对，我刚讲反，长义是第一把。我来你看嘛。也不是说仿做，也不是说抄袭，应该说就是。出陣先で見た。模仿他做。黒田官兵衛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だけ。也是领主叫他们。思うことはいろいろあるが、さすがの風情だった。あの頭の中で、いくつもの知略を練っているんだ。現代的。頭の中はいざ知らず、とにかく陰気に見えたけどね。他打扮蛮仲間にとってはやりづらいことこの上ないだろう。日陽合併。对，因为写在明治维新的都很多剑客。もしかして偽物くんはおこがましくも天才軍師に何か近しさを感じたのかな。まあ周囲との距離が開かないように偽物くんも工夫すると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そうだな。そうしよう。おや、案外首相だな。何か思い至ることでもあったのか。この前、冷え込んだ日があったで。前几天不是很冷吗？我就下意识说好冷。寒いと言ったんだ。你是说现在吗？する。各位，大家最近真的要多穿衣服。最近寒流来了。隣でヤゲンが薬を作り始めた。这有点，有点跳跃式的发想。男生们之间的乐趣。奇怪的线就要出现了。俺が陰気だから。因为觉得你太阴沉，所以把你强制喝药。他讲药源藤四郎的宝刀，其实就是这个怎么念的？どうも嫌味が通じない。一个口一个屎。那个东京参总，参总是什么？参藤四。东京参总就是这个字吧？东京十总的是这个字吧？我
记得是一个口一个食，餐，中文念餐。午餐藤氏吧，这把刀，跟那个同一个体系的。我们来玩那个小游戏，好不好？好，玩完游戏我们就来抽奖。组成。受けたまわった。这张只要500块日币。有点小贵。我们来展示一下拍照模式给大家看。大家可以这样子，就各种角度，然后可以给他拍照。然后它还有滤镜、景深什么的，这大家可以，女生一定都很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研究。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这样进来。然后小游戏，小游戏要怎么办？组成里面吧，组成的娱乐。娱乐室嘛，给它锁起来。哎，わかった。是厨房有那个骰子是什么意思？这是换人。可是他那有个骰子，总是改油。回忆吗？不是啊。これでいいんだよね。回忆是看之前的东西。其中一块拼图好恐怖哇！这它其实设计了很多有一点手游像的东西，你可以一直收集。L R 能切这个吗？不行，可以。有了，有个骰子应该就。小游戏，我们来跟他玩一个小游戏，制作饭团。では始めましょう。握り饭团。尼基里是那个过寿司，对。同样的速度可以获得大成功。我只知道他台语叫。马卡塞德奥伊德。马卡塞德搓罗喽。他说，那个力道要一样。没有大成功。这如果用那个。VR 设备软件，其实有点难呢。我把它放在桌上。用 VR 设备软件是这样，手放手是这样。好成功！もう少しだった。成功，不是大成功，可惜。普通的饭团。它那个饭团看起来是不是真的照片啊？就照片，日系。看起来蛮好吃的，生姜饭团。而且没有办法。好笑，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对啊，不管你是粉丝还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一款应该是无双类，算是适合入门。入门。喉咙が渇いたな。没有玩过无双的人，我觉得也可以玩，因为它真的不难。いいな。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先直接来抽？对啊。のんびり過ごすのも悪くない。各位，我们要来抽奖啦！观看人数如果不见的话，就可惜喽。对啊，你跑掉我们就。所以呢？先来抽。我们这边是老观众多还是新观众多？我们要不要再解释？刚刚有很多女性玩家。好吧，那我们解释一下。我觉得要解释，因为可能他们是新的，可能新来的观众可能会不懂。希望他们也可以抽到。如果是粉丝抽到，当然就是更开心啊，因为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希望可以，就是抽到了的人，千万回去一定要好好玩它，不然就是很可惜，因为它其实做的蛮好的。我们解释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玩一个这个叫数字密码游戏。对，我跟德华会各抽一张，分别代表我右边嘛，那我是十位数，对，你是个位数，我是个位数，对。好，然后呢，如果抽到卡是扑克牌是十，就是零，对，十是零，所以我们会出现一个00-99的。个位数字，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范围就是在0-99。对，那我们会抽出来的牌张上面的号码就是只会有一 A 嘛 ，A 就是一到十。十。那十的话是零。1234567890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如果出现在十位出现八，就是80几这样。那如果是十代表就是零。对，那如果十位数出现零，代表就是个位，所以等于说如果小廖抽到零，我抽到八的话就是八号。对。就其实就那么简单而已。我在洗牌了，
然后等一下呢，麻烦看到起始线开始再预测数字哦。对，然后每个人只能预测一次，每个人只能留言一次。如果被看到，我们有留言两次，因为大家观众，大家老观众都会帮我们抓。因为如果你重复留言两次以上的话，我们会直接取消你的资格哦。那如果真的规则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在我们留言开始的时候，你只要留一组数字就好了。对，你什么都不懂没关系，搞不好你就留就中了。有个什么奇怪的99啊，零零啊，反正范围不能低于，不能高于99，你不能差100，就是99，那最低就是零。你可以差100啊，反正就是不想要。好的，你差100就是你不想要。其实就规则蛮简单的，-62.35 啊，就是拿来凑人数。然后记得要在我们的起始线开始再留，不要在还没开始之前留。好，我们刚刚洗完牌了，那就麻烦起始线一出来就赶快留，不要等。对，起始线哦，记得要看到起始才留。因为如果我们到时候截止线出来你才留，我们就真的可能就国美大赛了，就不好意思。好，我是个位数，你洗过对不对？洗过了，洗过。好了，不要给他们看到，这张不要给镜头看到。那我也抽一张，好，就这里。然后呢，准备起始线哦。好，大家看到起始线就开始输入你的数字，来准备喽，3、2、1。哎，那我们要限时吗？给他们没关系，我们聊一下天好。好啊，好啊，聊一下天。对。哎，有没有人要？有没有人要这个啊？没有，我还是限时啊，不然我不知道聊多久。好吧，我设个一分钟好。一分钟啊。有没有想要这个玉珠印的？哎，借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其实它这个东西做的很精致，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哎，它纸其实是。为什么它这个没有膜啊？然后它是纸，因为它是纸这个。哦。还有另外一个纸袋。它其实很精致，大家可以看，非常的精致。它是用毛笔写的一个鹤丸国纲，然后它有一个家徽，它有一个家徽，然后还有一个年份。然后还有一个，这是硬的吗？它不是真的线。因为我看这个是硬的，因为它很明显有那个网点。哦，因为然后后面这个其实如果要讲的话，它其实是朱砂印，就是在日本神社里面，如果看到那个盖章可以，因为其实朱砂是有辟邪的功能。那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另外一个章是丰国神社京都的武参藤寺啊。很漂亮，它的是紫色的，它跟那个耀岩藤寺郎同一个系统。超美的，欸，所以等一下真的很正好把它抽出去吗？送啊！欸，我们时间要准备要到喽，啊，我们再十秒好了，时间到了，我们再十秒好了，十，你就打完了，你打完了，10、9、8、7、6、5、4、3、2、1，结束。噔噔，欸，为什么噔噔没有？结束啦！那张也可以抽啊，可以啊。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哎，真的想要真的要抽吗？两张都送啊，就送一个人的。哦，两张一起哦，不是拆开，两张一起。好，两张一起好了。这个哇，那你把它放在这，你把它放，要不要把它放一起？比较好了，比较好了，我觉得会影响到。我再找个那个，找个厚纸板夹在里面。啊，这是什么神社？这个是藤森，一个是丰国，丰国就是方藤秀吉，藤森的话是在京都算是那种开战出运的。哎，那个，我们先来拆开公布好了，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好，哎，等一下我们再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现在公布，那哎，先公布各位好了。各位，我是各位嘛。各位，好，来，大家先看我个位数，我个位数就是5，梅花5，我看一下有没有。10位数，因为各位看其实不大准，因为十位数如果影响就会差。像有人很近。結果確認しないと。好，我们的十位数是。Seven， 所以是75。75，我们看有没有75的哦。有看到一个77，77差二嘛，77差二。下面，72，那77还是比较近。79还是77比较近。77，78，两个77，两个77，两个77啊。是77比较紧吗？对，我们75就是差两号。72也是567。Kyoko 是 Kyoko 77跟有一开始 Daniel 5吧，记得是 Daniel。来，恭喜这两位，可能要 PK 啦，不好意思，传说 PK 又对，因为我们只有一款，我们只有一个游戏。
对，我们只有一个游戏，所以我们只能抽出一位，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游戏是就是直播的这个，所以我们游戏是已经开过了，它是没有开封，没有密封的，所以到时候收到的观众呢，不要觉得太奇怪，因为它就是我们开来使用的。两位有在线上吗？跟大家说一下 ，Kiyoko 跟 Daniel 五 ，Kiyoko Lee 跟 Daniel 五。Kiyoko Lee 跟 Daniel 五，请帮我说一声在、哦、在吗？ Daniel, 哦 ，Daniel， 那 Kiyoko 你在吗？在的话帮我说声在、嗯。我们现在在重新洗牌。在的话帮我说声在，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 PK 的环节。哦，有、哦啊、都在。那因为只有两个人，人数非常少，进行 PK 的环节，我们就零到九。就一张，对。对，就一张。那零，哎、欸，零到九啊，一还是一到十啊？零到九，那我们就零到九，那我们就一样抽一到十的那个数字、嗯，那最接近的就是你的。巅峰，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寄国外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只能台风金嘛，实体东西都是台风金嘛。对，实体东西是台风金嘛。那今天是实体片，所以台风金嘛。来抽一张吧。我抽吗？对啊，重责大任交给我。可以的啦。刚刚试过了，放心。待つのも悪くはない。好，那我刚刚抽右边，我这次抽左边。抽左边，好，应该不会被看到。好，那现在就麻烦 Daniel 吴跟 Kiyoko Lee 预测一个数字，叫零到九。你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打吧。零到九之间，那你可以很机车的打五啊，就是最中间，但是也有可能被人家拦截。对，反正就是零到九，你们猜一个吧，然后我们最接近，一样最接近，挑一个最接近的，可以开始了。他们在想，他们一定在思考。他们现在在心中角力。待つのも悪くはない。好，那我们剩 Kiyoko， 麻烦你留言。Kiyoko， 麻烦你留言哦。六，哇，他们挺近。那我麻烦小廖揭晓。大数的话就是 Daniel， 小数就是 Kiyoko。对，就是一翻两瞪眼。好，来喽！公布答案，当然是恭喜 Kiyoko Lee。Kiyoko Lee 应该是女生吧？听起来是很像女生的。应该是女生吧？你是刀剑的粉丝吗 ？Kiyoko， 你是吗？你是刀剑无双的粉丝吗？刀剑乱舞的粉丝是吗？刀剑无双也对，蛮好奇的。然后 Kiyoko， 麻烦你打那个 Google 账号的小老鼠前面那些英文数字，或者数字英文，或者是。恭喜恭喜恭喜！打出来在聊天室当中，那我们会、啊、我们会做记录，然后到时候麻烦你截图，然后联络我们那个粉专小编，电台粉专小编，然后我们就会跟你要你的那个叫什么姓名、电话、地址。在聊天室只要打你的 Google 账号的前面哦，小老鼠前面那些英文数字，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哎、欸，对，是让他打了吗？显示一下，应该是。Kiyoko， 恭喜你！那个刚刚说共估的那个，不要灰心，我们这个抽奖的环节蛮多的，而且我们现在还要抽别的。如果因为我们小要编辑想要赞助捐出他的收藏，私人收藏，所以喜欢刀剑类的人可以不要离开，可以继续抽。如果对这个收藏有兴趣的话，一样啊。我们来问，刚有一个先问那个书名哦，书名刚有一个人问书名，书名叫《日本刀剑物语》，然后它的作者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YouTuber 做，他是本业是导游，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这本书叫做《刀剑物》，目前在各大就是书局网站有卖。然后我个人这个是没有收业配的啦，因为我只是个人喜欢。然后这个很书籍给大家看，就是我个人喜欢的。对，然后要抽卡片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对，麻烦去支持正版。对，大家可以买，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没有很贵。给大家支持一下，就300块，也还好啦，这么厚哎、欸嗯。因为我们其实看书啊，虽然它300-400块，可是它几乎都是就是灰。可是我觉得它蛮历史文件。灰阶印刷、嗯。有啦，有彩色啦。彩色很少，只有前面一台，我们就俗称做出叫一台。好，那我们。那我们就抽我们加码的卡片是吗？对，玉珠印。好，那我们来抽这个。有人要吗？书不要了，书不要，书不要。书不要。我们抽这个，我们就抽这个东西。这个有一个，这个有没有一个名字啊？这个东西叫什么？这叫
刀剑乱舞京都神社的贺。哎、欸，我想要把贺丸放在我的 title 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要抽贺丸，现在是抽先贺丸，好不好？贺丸先，还是两个一起送？两个一起送，对啊，两个一起送好了。两个一起拆开，很像。大家要拆开还是分开送？对啊，大家想拆开还是分开送？问大家好了，这种叫怎么讲？心中的角力呀、啊。哎、欸，我没有这把刀，对不对？我没有长骨，没有长矢，所以我没办法换。好，没关系。里面游戏已经没有。游戏没有，对。它这个叫做京都刀剑玉珠印行巡礼，它有四个玉珠印。其实它有四个啦，它只是说这一代这个蛋。是令和元年那时候的合作，那因为令和元年一个新的年号开始，玩家兑换、玩家购买非常踊跃、哦。他们说有人说合，那我们就合在一起送喽。那我们就合在一起送喽。好，那我就反正就这样拿着。那我们现在那个游戏画面上看到的那把刀就是贺丸国友，我把它换成贺丸国友来陪大家。好，那我们就一起送喽。那刚刚抽过的，刚刚得到的那个 Kiyoko 的那个玩家就不要再来抽奖，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那我们剩下的观众就可以来抽这个玉珠印，后晚国用跟古参藤四郎。哎，古参藤四郎大家还想再看一次吗？还是里面有？大家自己回去看好了。游戏中有藤四郎，耀眼藤的同一个系统，大家回去自己看。那我们就来抽这个。那我们时间一样，就是设定一分钟。然后大家就尽量赶快留言。好，我们小料，我们先洗一下。贺王国勇，我有一套了、哦，你已经有一套了，是不是？对，这是多的，是不是？对，我送了你了，送给一个非常喜欢刀剑乱舞的同业。哦，做公关。对，他那个也是某游戏网站的编辑长。哇，编辑长。刚好想说，哎。有个活动我就送他的。よしよし。好，我们一样。好，那我们一样啊，抽出一位哦，两张玉珠印一起送。那我们一样是，我是抽个位数。个位数，我是十位数。好了，那我就一样抽，好，这张就要凸。那我就简单一点，好，就这张，不要给你太多。好，那就开始喽，三、二、一。好，时间开始，我把计时倒数一分钟。这个东西。价格不贵，一张是500块日币，那只是大概两三百。麻烦点就是，因为你要去现场才会。よしよし。而且现场还不一定买得到。那这个就是大家有，其实以后如果可以飞日本的话，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京都去特地收集这些。例如说像我记得北野天满宫也有一把。专门出那把刀的御手哦，我忘了北野天宫那把叫什么。我们时间还剩下。よしよし、仕込みは上々。还剩下15秒，大家把握时间，赶快留言，不要在截止线之后留言。9、8、7、6、5、4、3。2、1，噔噔噔噔噔噔噔！哎，香烟跟赵波波，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啦，我们香烟跟赵波波，香烟呢？香烟呢？本来人是不能抽烟啊、不好意思，就下次请找莉莉压线，我们最后一个就是莉莉。那我们来公开我们的那个数字好了。北野天满宫是鬼丸，鬼切丸。好，来，那我们先公开，我先公个位数好了。你还没开吧？没有。好，个位数字是9。九。九啊。九。我有不少九的，39啦，99啦。真的、哦，我觉得猜九的很少哎。没关系，我们看十位数。十位数是59。59。所以是59。有一个五的。56。56。五六最近吧，五六最近好像是差3嘛。五六对，六七八九对，其他都没有了吧？其他的话上去是59+3是62，哎，61啊，六一更近，哦，六一更近哎，两个，六一一个吧，一个吧，六一，
六、啊、五九六一更近，差二啊，差二嘛，他那个五六是差三，哇，差一秒，差一分差哎、欸啊。恭喜恭喜，木易鱼，恭喜你。木易鱼，一样就是老规矩，打上你的，おめでとう。那个 Google 账号的小老鼠前面，然后我们会留存，会做个记录，然后麻烦你截图，截图联络我们的电脑支配的小编。居然，木易鱼恭喜啊！希望你好好的珍藏啊！这是我们小编割爱啊，小廖小编忍痛割爱，好不好？我都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忍痛割爱啊！哦，看到了，有这个东西现在是绝版了、啊，是绝版的，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是绝版了、啊，绝版了、啊，你要买也买不到，绝版，而且现在都新的，而且出到另何四年，而且保存的很好，因为我都。放在一个很奇怪的盒子，绝版品、啊。我那天刚好就挖出来，直接抽啊！电玩宅速配还不赶快订阅、按赞、分享起来？对啊，电玩宅速配就是会送这些东西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多多支持。而且我们都会送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上次有送、那個。可是我们会送相关的吧？对，就相关的。好啦，恭喜恭喜！那木鱼，我看到你的账号了，然后别忘了要截图哦，然后联络我们宅速配的小编。对。好的，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也恭喜 Gyoko 跟木易鱼抽到我们的赠品。那我们今天播的这款游戏是《刀剑乱舞》，就是以刀剑哦，《刀剑无双》主要是以《刀剑乱舞》为 IP 去改编的一个无双游戏。那刚刚玩下来的心得感觉就是，我觉得它作为一款无双游戏，爽度感非常好。它其实爽度感做得很够，因为它的打击啊的那些招式是非常绚丽的，就是无双的那种切菜的爽感有把它做得非常好。那游戏的系统上面呢，其实也蛮多变化的，像刚刚有小游戏、嗯，然后又有一些探索任务啊，然后又有收集任务，收集任务，对对 对, 收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刀剑乱舞》的粉丝们，真的可以入手，就是如果没有抽到没关系，可以考虑把它入手起来，在家可以把他们好好跟这些刀剑男士们修炼修炼，拯救日本历史。那我们谢谢厂商今天提供我们的游戏片，是的，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们可能之后也会有一些新的直播，下这礼拜还是下礼拜我们有？对，那我可能会在做预告，大家在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对，关注我们的 FB 粉丝团，没错，然后 YouTube 也把它订阅订起来，对，然后反正就是有播多半都会送，对，大部分啊，大部分有机会我们都会送东西的，对，那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是编辑爱德华。大家先收看，大家记得冬天要多注意保暖、啊。听说人死不少，真的就是大家要穿衣服啊。大家记得在家多保暖，然后玩玩游戏，不要突然出门，很冷。好，那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是编辑德华，小廖，下次见喽，拜拜。拜拜。